耶，又到了 Outer Space 开箱文时间。这一次要推荐这一款鞋子，非常好看。它的主视觉是这个流泪的圣母，然后后面一样有这个金属环的一个铁环在后面当装饰。然后鞋底部分，我们一样可以看到耶稣跟圣母的雕花，然后非常的细腻，非常好看。下面就是一个圣经的经文，然后这边眼睛是一个张开一个闭着的，它在讲的是神关上一扇窗，一定会帮你开另外一道门的意思。除此之外，这鞋底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增高5公分的一个厚度，可以瞬间修饰你的身高跟身材的比例。这就是 Outer Space 的太空鞋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